是主持人某某，台语唔来当广告，台语爱得时代进步。某某的台语虽然普普，水亏的台语爱摸一摸。台语是咱文化的宝库，咱来学台语 ，Go Go Go！ 欢迎你收看今仔日的台语讲世事。坐伫某某边仔的，赶快是咱的好朋友李刚桥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宏辉阿辉老师，你好。某某你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是诶，阿辉老师，今仔即集吼，咱阁会当好好来发挥啊，因为咱拢是女性，对对对。今仔咱就是要来讲这个女性参政的这个问题啦，哈。好，啊，咱先来招大家来看新闻吼，咱先来甲翻做台语试看卖咧，吼，咱的观众朋友大家买当试看卖咧哦，咱先来看今仔日。新闻，纽西兰总理阿尔登在社群媒体上放了这张全家福的照片，和世界一起分享初为人父母的喜悦。他手上抱着的是与男友的第一个宝宝。New Zealand and the New Zealand media have been waiting expectantly all day today, and our patience was rewarded at 4:45 PM local time when she gave birth to that little girl. 女娃娃21号在奥克兰一所医院出生，比预产期晚了4天。她重达3.31公斤。看起来非常健康，而这个女娃娃可是让妈妈阿尔登写下不少历史记录。阿尔登成为纽西兰第一位在任内产子的总理，就全球而言是自1990年前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之后的第二人。由于阿尔登决定休6周产假，这让他成为全球第一位在任内休产假的总理。纽西兰民众很支持阿尔登。A real achievement for women that we can not only be leading a country, but we can balance that with the challenges of motherhood. The country's still going to run normally. We can handle 6 weeks without having a prime minister. 纽西兰积极推动女性参政，1893年就给女性成年人投票权。现在国会里设有哺乳室，女性也能在国会里喂哺乳。纽西兰国会有40%是女性议员。包括阿尔登在内，有3名女总理。I am by no means the first woman to multitask in politics. There are plenty of women who carved a path. 阿尔登请产假这段期间，职务由副总理彼得斯代理。不过，阿尔登曾表示，重要的事务他还是会表示意见。休假期间也会在家批公文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哇，阿辉老师吼，我感觉这个新闻吼，大家看个呢，嘴开开，哈，对不？吼，要让女性呢做总统呢，这已经是这吼，咱人类真大一个进步吼。咱台湾嘛是有这个女性的总统，哦，但是人纽西兰呢吼，唔拿女性做总统，而且搁伫个伊的任内呢吼，哇，新娘呢？哦，新疆还休迄个三假，对啊，有假假，厉害厉害！伫遮吼嘛，恭喜咱纽西兰的诶，即个人民啊，我嘛非常敬佩啦哈。好，咱今嘛就针对即个新闻吼，咱来甲即个华语翻做台语的时阵吼，有啥物爱注意的所在？好，咱来看今仔日卡，和世界一起分享初为人父母的喜悦。好，我今嘛华语讲就直来。阿辉老师，这台语要哪翻呢？咱这个吼有几个观念，一个就讲常常拢诶华语的讲甲，敢那袂输包山包海安尼吼。甲世界，世界吼。即个问题就讲咱就是甲要甲正人分享就对啦。即个世界当然嘛是无唔对啦，不过即个咱就讲较实际，讲就是要甲大家正人分享。咱要较实际，吼，哎，阿辉老师，人即华语伊是除了正人以外，吼，佮种植物、种花草，伊嘛要分享，可能也即个意思啦。所以讲甲正人好分享，吼啊，初为人父母嘞，就头拜做人父母。头拜，头一拜，头一拜的意思。啊，但是咱甲工作头拜，嘛是会使头拜，嘿，啊上尾拜，尾拜安尼，头拜尾拜，好，这个吉无一定爱吉得对，头拜尾拜，哈，啊，这个喜悦嘞，嘿，喜悦，看你要讲欢喜，还是要讲乐天，哦，有的人是唔难欢喜哦，哎，感觉乐天哦，就是。足痛的，安尼，会当生到这个囡仔，这个囝，安尼足痛的。每一个人听都无同款啦，吼，看你只是微微啊，安尼就欢喜。吼，你若足痛的，啊，就跟这个乐痛。吼，甲正人分享头摆做人父母的乐痛。吼，这是头一句，来，过来看第二句。好，这个女娃娃，吼，可是让妈妈
阿尔登写下不少历史记录。来，阿辉老师，嘿，就是讲咱讲查某婴啦，吼，阿伟会加一个阿，而且阿有可能是阿无变调嘛，可能是轻声，所以讲查某婴啊，婴啊，还是讲查某婴啊，查某婴啊，拢会使。啊，婴啊是要强调婴嘛，吼，哦，啊，你强调是婴啊，是，对。这个查某婴啊，吼，和阿母。阿登，阿登，阿登，好，创作未少历史记录，所以讲唔是写下历史记录，哈，唔是写下安尼啦，创作记录，创作记录啦，哈，好，来，咱过来看咧，嘿，第三句啦，哈，哦，第三句这嘿真简单，哦，干那细腻，哦，都是好做，非常健康，非常健康，老师这唔就。就简单的啊！啊，咱个加学一个词叫做“沾人健康”。沾人健康哇！我感觉这个沾人比非常更加非常，吼，就是讲拢无话讲，吼，都是健康噶，袂当阁健康啊！吼，沾人健康，哦，讲这个词大家 OK 啦，吼，沾人健康。好，过来看咧后一句啦，吼。不但能担任起领导国家的责任，还能在工作与育儿找到平衡。老师，今晚来的是讲什么叫做担？叫做担任起，还是担起啦？哈，我现在华语安尼讲，啊，咱就是讲担责任啦。哦，担责任，什么款的责任？安尼，担责任。哦，所以讲，那会当。担吼领导国家的责任，吼领导国家的责任，担责任就会使。要会当伫工课甲幼囝两边有平衡。哦，有找到平衡，就是两边有平衡的对。你的腔是平衡，平衡吼安尼吼，袂讲这边翘，这边翘吼，两边有平衡哦，这大家会记的吼，会当伫。功课、加康课、康课、吼、加幼囝、幼囝啦，吼、幼囝，咱之前有讲过，育儿就是幼囝，吼、育儿、幼囝，两边有平帮，哈，平帮，好，这大家记起来哦，好，再来看后一句，哦，所以因为安尼呢，吼，因为纽西兰现在国会里设有哺乳室，哎，哈，来来来，现在这个属咱台语有几啊种讲法啦，哈，啊，咱今嘛讲这种叫做很出席，很出席，哈，啊，你也要较简单，你讲打打，哈，啊，是讲即时即阵这拢会使，今嘛这拢会使，马龙讲进啊，嘿嘿，对，进啊，哈，拢会使，哈，这讲法非常的侪种啦，哈，是讲咱呢尽量甲一寡吼，哎哎，过去点点咧讲，今嘛吼，较。就人咧讲，甲捡倒来讲对啊，吼，所以讲很出息，很出息啦。再来哺乳室就是麒麟色，麒麟呐，吼，麒麟，啊，当然脸毛有强靠差啦，麒麟、麒麟、麒呢，还是麒麟拢会使，哦，这是有强靠差，好好好，大家拣一种来讲的对哈，国徽内面有色麒麟色，麒麟色啦，哈，好，来过来后一句。我绝不是第一名职业妇女。呵，今嘛问题就是职业妇女这事啦。是是，咱要安怎来处理翻译？哦，啊，咱可能拢常常感觉翻译啊，就是规矩对规矩，其实唔是啦。无讲语言中间翻译，无法度讲用字数去对。哦，所以讲，咱用迄个意思口语来表达，就是有食头路的福建人。哦，食头路的福建人，嘿，安尼嘛。一般是食头路人啦吼，啊，但是咱因为要强调是这个葫芦嘛吼，当然你要讲有食头路的葫芦嘛是会使啦吼，啊，福建人同款是咱可能过去有咧讲，即马较无讲的，咱特别搁捡出来讲安尼。吼，所以为着要予大家吼识识搁较侪古事，吼，咱就经济上长的来聊的对。有食头路的福建人啦吼，啊，若是有人要讲，诶是职业葫芦，安尼敢会使？诶，对台语来讲吼，就是。因为这所谓的职业什么会，职业什么会，咱可能就是想到，比如讲职业军人，还是什么职业什么会啊？其实，唔是讲完全袂使，咱嘛是会使考虑，无定个吸收嘛是会使。不过咱若用较口语的，去予人一听就听有诶，安尼，这嘛一个方式。啊，这一听听不一定是华语的字面去讲啊。是啦，吼，所以咱这个节目吼，都是重点，都是希望大家加一寡吼，咱已经袂记诶，吼，诶，这个台语词甲捡倒来讲就对啊，吼。所以讲，我绝对唔是有食头。老的福建人的头名，安尼啦，哈。
好，这就是今仔日吼，甲大家分享的这个纽西兰吼，因的总理吼，女性林奈吼，又个生囝，我相信第一届啦，不是又个啦，我们是又个第一届吼啊，我相信因的纽西兰的人吼，应该大家拢真欢喜就对啦哈。好，安尼来讲，恭喜哈。好，咱呐讲过了后咧吼，咱就要来讲啊，咱台湾的这个女性参政呢吼，有啥物代志吼，咱会当来注意哦。世事百百款，默默讲予你知。吼，今仔日咱要讲的这个题咧，哇，大家呐拢真关心呐吼。哦，咱就知影讲啊，台湾呢吼，伫个这个今年吼，而且年尾呢，要来举行吼一个，这个四年一届的。这个大型的选举啦，但是今天呢，虽然说是要说这个题，但是还有淡薄不一样，就是我们来说这个鼓励女性选理事长的这个活动啦，给大家提醒哦，这个年底呢，虽然说我们是要来选这个四年一次，大家都很关心的，是这个各县市的市长啦，还是说各县市的这个县议员啦，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，大家其实唔通袂记，咱也阁爱选里长加村长，村里长就对啊，吼。虽然讲这个话题呢，大家即马拢足关心的，包括咧各政党啦，吼，这个候选人安怎咧初选的过程啦，吼，等等，大家真关心。但是这个里长的选举，大家唔通袂记的啦，吼。来年底的选举呢，吼，唔那要选县市长嘛，甲议员，也阁爱选村里长啦，吼。咱就来看。台湾啊，有7839个里，吼，所以讲啊，这回的选举吼，咱都要选这么多的这个新的里长甲村长出来啦，吼。讲到里长呢，吼，这个职位有寡尼啊重要，吼，其实之前大家都有咧讨论啊啦，吼，包括咧四年前迄摆这个选举，吼，唔知大家还阁会记诶袂，吼，迄个时阵呐，吼，嘛有政党咧，吼，特别栽培少年人，吼，来选这个里长。吼，啊，阁有咧，这个民间的团体呢，吼，嘛有一个运动，合作啊，大家来选村里长这个活动，吼，所以大家都知影讲咧，吼，这个里长呢，啊，阁村长呢，吼，这个职位呢，吼，是这个民主阶段内面上个基层的部分，但是嘛，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吼，这进程咱都知影啦，吼，是讲啊，详细来想看卖咧哦。吼，咱常常讲啊，这里长伯啊，里长伯啊啦，吼，但是这个里长姨啊，或是讲里长姆啊，是毋是较安尼听的吼？所以讲，这回咧，就这个女性的团体咧，吼，因都要来推撒一个吼，鼓励女性来选里长的这个这个运动，吼，因有推出一个口号，叫做“女性化家”，对你开始，吼，这个你就是你，吼，阿嘛是你。吼，唔看别人吼，都是你吼。女性化家对你开始，对你做起啦吼。咱来看后一张的这个字卡。你会讲啊咱台湾的总统本身嘛是一个女性吼，安尼看起来吼，咱台湾的这个女性参政吼，应该是袂歹就对啊啦吼。咱来看一下，吼，咱的立法委员吼，女性的立法委员有占38.1%。吼，咱的直辖市的这个议员，女性的部分呢是占35.5%，吼，县市议员呢，女性的县市议员嘛占27.3%，吼，看起来敢那袂歹，但是哎呦，一个来看，吼，全国的村里长呢，哎呦，竟然敢那14%呢，吼，连这个立法委员的一半都无啦，吼，就算讲是台北市，吼，这个女性的里长已经是上悬的，吼，嘛才敢那22.9%尔。咱来看后一张的字卡，其实这讲起来嘛真奇怪，吼，因为呢，咱女性呢一向啊拢是非常的关心社区啦，吼，社区是这大部分的女性呢，吼，生活的所在啊，上界关心的所在，甚至呢，这个内政部啊，伊嘛做一个统计。吼，讲各个社区咧，吼，这志工的部分呐，吼，是讲咧关心公共事务的女性咧，吼，占70%这么啊多呢，吼，既然这社区的工作呢，这么多女性，吼，咧关心，啊，那为什么吼，这个女性要出来选里长的比例这么啊低呢，吼？所以讲啊，妇女团体伊都要来办这个活动，吼，为7月开始，吼，要去各地，吼，来办这个，吼，人才培养的这个训练的活动，吼，要来鼓励大家啦，吼。
其实啦，这有一个观念，吼，因为咧真侪女性会感觉讲啊，吼啊，咱女性吼都点点啊做，有做代志啊，吼啊，但是呢，意见拢收起来，吼，拢点点啊做，吼，其实这个观念爱甲大家讲啦，吼，因为啊，咱有做代志，有责任。哈，那是讲你各有权利、有职、有权，安尼都各较有力，吼，咱咧社区做代志，各较有成绩就对啊。来，咱来看后一条哩卡。而且要哪讲呢？吼，即马这个社区的工课呢，吼，伫个未来啊，吼，有这个老人的照顾啦，囡仔的照顾等等呢，吼，依咱女性的这个特质。吼，又个幼路，吼啊，又个大心，吼，即款的特质来做呢，吼，绝对有这个定背的效果。好，过来就是讲啊，过去二三十年吼，即个女性团体咧，伫个真侪女性权益顶端咧，做遮尔啊侪拍拼吼，真侪权益吼已经落实啦吼。虽然讲伫个法律顶端咧，已经有国家吼来监督顶顶吼，但是呢，袂当干那靠即个法令来做啦吼。那是讲咱女性咧吼，伫个社会顶端咧，即个地位吼，是讲咧社会对咱女性的看法咧，一直拢是即种男尊女卑的看法吼。安尼，女性的权益绝对嘛是袂讲介偌深啦吼。所以讲咧，爱来提升女性社会的自尊甲自主。那是讲咧，有更加多的女性咧吼来，诶，这个选理事长吼，诶，这个部分咧吼，绝对本身就让提升。过来就是讲啊，理事长这个制度呢吼，是咱台湾的民主社会呢吼，深化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哦，这个部分呢吼，咱女性的观点呢，绝对袂当无吼，所以讲台湾民主深化袂当无女性来参与啦吼。所以讲伫遮嘛，鼓励所有的女性吼，咱出来选理事长哦。好哇，阿辉老师，你有去用鼓舞到无？哈，出来做你顶去。好，我感觉阿辉老师蛮有适合无。嘿，我感觉我有去用鼓舞到。哦，你有适合，你有适合。嘿，反正吼，几年后吼，我也出来选你顶了吼。今日我紧甲我的厝边讲一下。好，咱先来看吼，阿辉老师，我拄只安尼讲吼，嘛是有一挂故事吼，会当介绍给大家对无？哈，咱来看今仔日有讲到一挂故事。嘿，就讲女性话，该对你做起嘛哈。是。所以这个话哦，这个花，咱之前有讲到手花啦，吼、就是这个花，嘿，啊，迄是讲你诶花咧，迄、那个花嘛，吼、啊，即马这个花给底只艺术是主持管理的艺术啦。哦吼，嘛安尼个花起来，嘛是爱说安尼解释啦，花一个家安尼吼，所以是写这个汉字吼，大家会记吼，花家呵，来过来。好啊，就是讲诶，这年底选举吼，选情吼是安尼抢滚吼，热烈啦吼，诶啊，比如足侪人要选嘛吼，要抢几个名额。这种的嘛，拢会当讲抢抢棍。大家食饭前、食饭后，拢咧讲这吼、個，吼抢抢棍，真正是哈。好，再来讲，伊讲这回唔呐选这个吼管市长以外，我阁会选议员。啊，这有两个音啦，吼、议员还是议员，吼拢会使。一个有个，一个无个的对。议员还是议员？哦，有人讲议员。有嘛。议员敢那吼，较晦气，感觉。议员。两个个拢会使啦。哇，滴哈七，你分调爱哥调节，滴哈七，哇，我想要带咱的观众朋友吼，这读五遍安尼吼，滴哈七，滴哈七，啊，大家都会记啦哈，滴哈七，这大点点拢会音调哈。好，来过来看后一张的这个字卡。好，阿公女性咧做代志，常常拢无话无句，常常我做，一直做安尼嘛吼。啊，咱来讲，即个形容讲点滴滴，还是点啾啾，吼，拢有人讲啊。点滴滴，足点的就对啊啦，拢无咧发言表示意见。是吼，就是咱来改变即个观念啦吼。过来讲，我在女性哦，即个特质，嘿，就幼柔的，就大心的安尼啦吼。做代志处理代志做幼柔安尼。我感觉这两个汉字，我看起来。就高尊的吼，幼咯，好来，好过来讲，这是落手，对，就是讲你若要讲，要去处理什么代志，吼，爱落手做什么代志，哦，落手去处理什么代志，吼，这大概当学起来用啦，吼，好讲咱的特质，做几挂代志，吼，绝对会当。定背效果定背，对，伫基层的服务吼，利用女性就一旦有效果定背啊。是哈，好，这就是今仔日吼，咱对我默默都在咧讲的时阵，会当学到这个故事啦哈。好，刷了就是要来看戏咯哈。阿婆啦，
帮回文平啊，冒着性命危险，还是跟着我去台北看你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我唔知想办法解决。吃无三杯饮菜，就是要八九天啊。嘿，你才做偌久啊？对不起你呢，干嘛做行李啊？我阿爸，敢唔讲又摕到人工啥？即间需要问，阿人卡白毛胖啊？金凤车顶顶下个人，都唔是车尾讲。哦哦哦哦，囡仔吼，咱要讲的这三句吼，小蛋呐，直接用字卡来看，我哩感觉讲，巴肚就枵的来看一下，拍一千多个硬菜，够阿难的，炒菜应该袂歹食啦吼。诶，老师，咱先来看这个吼，拍一千多。老师，我一开始看到这拍一千多，我就讲啊。我遮嘛有派一千多吼，啊，但是老师讲袂使安尼比吼，即、這个派一千多，唔是安尼派，是安尼派吼，是安尼派，唔是安尼派啦吼。吼，即马、啊、当然时代有变化啦，嘛是有人摕即个来讲啊，我就是巴肚一千啊，派一千多。即讲的有收水钱啊，嘛是有人来讲。吓，啊，不过主要是咧讲大巴肚的福建人啦。吼吼，古早是安尼啦。派一千多做辛苦安尼啦。是是是，派一千多。好，过来讲这第二句。食无三杯硬菜，就要爬上天。吼。嘿，这句吼，我感觉一开始我想讲，应采吼，甲爬上天有啥物关系？老师，因为应采算真通俗普遍的菜啦，唔是啥物贵三三稀罕的菜。是哦，啊，就是这句本来的意思是咧讲，啊，你修行啊，吼，啊，你食菜，啊，甲食无三杯。啊！你想要先不啦？安尼，安尼啊，本来是安尼意思。所以都是讲真侪人诶，这个观念，咪感觉讲，啊，咱就食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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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，啊，就会爬上天，爬幸福得对啊。吼，啊，但是你食诶菜，吼，如果是路边店咧看到，吼，诶，硬菜，吼，而且搁敢那食三杯，食无三杯，搁食，哦，搁连三杯都无，食无三杯。当然，三碟的台语咱定是形容数量多啦，不一定真正三呢。啊，就是讲食无偌济，啊，就想要，就想要，想要爬上天安尼啦吼。这那是讲这华语吼，就是叫做嘿，这个异想天开，还是安那？马歇山呢？马歇山安尼讲啦吼，也是讲这硬菜吼，硬菜这个字吼，大家蛮爱改记啦，是安尼写，写法。是啊，吼，硬菜，硬菜是咱呐旧台湾味的一种菜。好，阿来过来看下这个第三句，是，吼，讲这个阿能卡巴卡巴胖，吼马有胖，对，吼。你若讲，看起来，迄两脚安尼，敢若拢无胖，无迄个一空一空吼，敢若拢足。油的安尼有无？嘛是有胖，奈无胖？你看袂出来尔。骨卡白，嘛是有胖。所以讲即句就是甲大家讲吼，你唔好想讲吼，一切拢安怎呢？稳稳稳安尼，感谢。敢若讲你知我知，无人知，就是有人知。想要做歹代志吼，歹势吼，阿能卡白嘛有胖啦吼，哇！所以讲今仔日学着这三句吼。你看是不是我讲的吼？一千多，食伤多，一千多，搁食硬菜，搁炒鸭卵安尼。巴肚枵啊！巴肚枵啊啦吼！好，今仔日咧，咱就是甲大家讨论这个吼，鼓励大家出来选里长，女性的朋友出来选里长啦哈。啊，今仔日咧，那么非常感谢，嘛是同款是女性的吼，咱的李刚Q台固文教基金会的阿辉老师。没事的，是咱后礼拜再搁见面哦。